我走。去一下水去的，除非袂过来。 白日啊，啊竟然敢在大楼头就开枪，啊啦，当作大楼无这副事无啦，我吼才来报警。我讲免搞啦，报警无路用啦。阿母，你一出，这个人这样欢迎你，我想应该是，什么人从江湾出噶？除了郭若涵。 也是高德。哥，你讲过，我要去插社会事务。对呀，你酒店嘛，为什么我这？我就代表讲哦，我不要入龙安来啊。我有决定啊，也是不要做啊，总是这逃不了事嘛，对。阿母，你想要拍什么安怎做？ 你这边是出家，不是道家。郭董事长，小弟出家，你派少年来接我，想煞送我土头人，互你真功夫。今仔特别我甲你说多谢。你是拍算变哪甲我说多谢？ 心煞了代，社会事红乌白我无想要搁插，你叫囡仔来甲我推荐，这条我袂看心烦。无证无据，我实在听无你咧讲啥物。这阵的代志我有听人讲啊，恁无站位，周云华不幸来过身去。 真侪不应该发生的不幸，拢已经发生了。柯当事长，人无钱，日后火无百日红。敢讲你对人生还袂觉醒？莫啦，莫安尼啦，莫安母甲大家艰苦坐寡，对你敢有较好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看起来咱感觉个教育确实是真成功啊！ 啊！你一个出家，规嘴拢是道理，真可惜。我考国团才是真理，别人的话我一点仔兴趣都无。就算我请求你，好无放阮一条生路，过去温温暖暖，咱夫妇和平，各家就好，互相无相欠，安尼会用哩袂？听起来是真有道理。 也毋过，我无法度答应你，因为有你阿嬷的存在，对于我就是一种威胁。我都甲你讲起，过去的温温暖暖，咱母母和平，互相无相欠，好无？我袂相信，除非，对于安怎？你毋是讲要和解？ 阮太太和左明德带走去，你甲带倒来，表示你的心意。不可能！你明知我甲先生的交情，啊，你毋是开嘴合嘴，讲要甲我和解？当初我听伊讲，因两个分开拢是你设计，即卖因两个搁斗阵。
会用讲是破镜重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应该祝福因才对。周敏德，你上届好是卖听伊，也若无，方言山甲林小妹拢总有代志。好路唔行，你要加原谅。这条路是你家己选择，你往东我往西。我甲你高情安尼好话讲尽，你也听无，就我嘛无法度。情况是不对，拄着才知影。医生讲你即摆情形恢复了袂歹，脚手加减通振动啊，你倒较忍耐，较接来复健，好。明德，多谢你对我的照顾。一定是恁我走的时阵，靠你的力量，你才我到豆豆好啊。叫英华员工，我伫咧树林边照顾你，未后你受到各个团的欺负，我会让你离伊离较远远的。李勇，我要带你去倒，我要带你去山顶的一间厝。迄间厝虽然毋是咱的梦想之家，但是会当远离都市的杂音，无人会来搅扰，互咱会当。回头开始。阿文啊，哎，找拢无人呢？找无？嗯。嘿，这个周边店奈这么熬早，找过来间病房拢找无，阿甲等你找到位啊。哎。喂，嘿，黑蛋，有消息无？哎，无。有啦，等下你放心啦，迄周边的行踪哦，我已经拢接了到啦，真紧就甲等你带倒转去啦，嘿。愈紧愈好，我先头甲恁讲，阿嬷今日出嫁，恁大家较细腻点。是啊，等下，有影无影啦？嘿，哈，是安那啦？听一个电话，安尼面色吹准准啊。阿嬷出嫁啊啦。对啊，困啊，爱去找个水面地啦，啊，无等阿嬷出来哦，咱就直接走袂离啊，就请进来。李娇，你敢还记得二十年前咱捌来过这个所在？李娇，所有的错误拢已经过去啊，咱就把这二十几年来的痛苦，拢甲放乎别个。过这条溪，头前就是云海之屋，我带你来去。
都不能不客气。因为不应，只因我出现这作性的。阿姆哥，你跟英华熟识的过程，嘛一定带好有真侪快乐。相信英华要走的时阵，伊的心内嘛一定知影，你还阁深深的爱。伫个这个世界上，有偌侪人会用个决定，咱爱的人，有哪真正爱家己？你刚在病院，我伫英华，莫过你的面头前，我讲真侪心内话，你敢一点仔拢袂质疑？啊，我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地过日子？你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你。我伫英华。莫过你的面头前，我讲真侪心内话，你敢一点仔拢袂质疑？袂，我甲英华，互刚海关社会时阵，我着体会出来，谁那里会这么爱英华？伊真正是一个。足善良、足单纯的查某囡仔，处理代志总是先替别人想，总是不爱别人替伊担心烦恼。予江海掠去，伊家己的性命都无爱管。病医要走的时阵，还搁咧烦恼咱的未来。我哪做思念伊好？在天上的星星，大家拢看到咱。唔知倒一个，唔知倒一个星星才是樱花。咱的心内，大家拢是。袁生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直找无适当的机会跟你讲。英华跟我和江海抓去的时阵，英华发现江海上大的阴谋。就是要把长青集团掏空。这是我家己做得来，伊讲唔知真正受了伤害，幸好是文杰。怎么样？
妈妈破裂啊！我求你给妈妈一个机会，让我好好疼惜你，好好弥补你。妈妈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？妈。 你想要我？无听到，这就是天公伯安排，我跟咱小林时阵，都是伊阿跟咱分开的时阵。 我给你樱花节牧场，我早讲过，伊最痛心的，就是董姐死，我甲因姊妹放在伫火车顶，但是心内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是希望着永海之位梦想会当实现。 伊会走去靠家找你，迄个女为，伊时时刻刻咧思念你。阿姐妈，咱就是住伫梦想之家，但是心内，心扉拢伫溃烂。
卖出去，真正对不起两个人，是我，是我。其实，英华一直都真思念你。你看，你走，悄悄啊离开了，你真正袂怨困难啊！你真正是谅解难啊！我想你怎啊？一定伫咧天顶甲心兰作伙，敢毋是有讲？伊会化作天顶的星星，逐天看咱，保庇恁两个，咱嘛答应你，咱会一直住伫梦想之家，永远无要分开。要安怎？无甚物好考虑，我无可能离婚。好，你是想要考验我的耐心？不要紧，以后逐天哦，我都这么晚回来。回来，我干会甲你讲一句话，你到底要离也歹离。爸爸都已经原谅我。为什么你还阁不原谅我？我无法度忍受一个骗子住伫阮家啦！你根本就不是阿姨的查某囝。咱的婚姻是为你是阿姨的查某囝开始。既然你即摆不是啊，那呢，咱就结束啊。你根本就是希望讲你的某就是英华，对无？因为伊嘛是真正查某囝，我是假。恁爸都原谅我的不对啊！伊话即摆嘛已经死啊，为什么伊不肯原谅我？你还是安尼啊固执？我唔对，恁华已经往生了，所以我更加要替伊讨回公平甲正义。明知影错误的代志。我袂当让伊一错再错，参像当初阿姨甲莫妮莎伊错误决定共款。是今仔日纵容一个错误，以后我着付出搁较侪代价。所以即摆我一分一秒
拢袂当忍受错误继续出现在我面头前，你知影无？所以你认为我的存在是一个错误？我唔对，我决定要离开你，离开这个错误。我袂关心你，因为那是我跟你错误的结果。结婚的错误已经造成另外一个错误，我袂当接受你，因为我心内已经决定，我要拒绝错误的错误。算是你的错误，你嘛袂使是你，因为伊是你顾家的囡仔，就算讲伊是一个错误，这嘛是你顾家的错误。文杰，文杰，总给你福利。当时听到的，安怎想？你在了害羞。总经理敢无的？去给医生看好不好？医生，你为什么不把灯打开啊？唐明啊，唔通着急，慢慢来啊。医生讲，你要慢慢适应光线。远山，我是急的，想看你们啊。唐飞啊，卖急啦，较慢一点啦，哈。
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地过？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你爱着，爱着你。三，医生，江毅，江毅，我先来送吧，等下再过来看你哈。医生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重新光明，干嘛下官？我以后再也不要带他了，我不要带他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是樱花蝴蝶演唱。看到你，突然不是看到樱花同款。我现在只有樱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，这一切太好了，元帅，我要用樱花给我的眼睛。看着你，看你把属于你的藏经集团拿回来。莫雨，我要用樱花给我的眼睛看着，看着许国昌、江晓、江海，他们不得好死。哪呢？你得好好珍惜，知无？现在不只是一条命，我还有樱花的眼睛，我一定要为了樱花好好的活下去。娘，东北啊，你不就讲另外一楼有一个三号囡仔，俺嘛受着吼，迄樱花照顾，嘛活幼稚啊。樱花把他所有的器官捐赠出来，医爱人间，帮助了好多的人，他实在是太伟大了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往生之前，也能跟樱花一样，把我们身上所有有用的器官统统捐出来，捐给需要的人，好不好？你讲这个小姐，你得几号病房？在508号。玉带，是你？你是来看我？这花足水的。这笔工拢无人送我花，这无妹哦，对我这么久着，我唔知我喜欢百合花。我去找过你，咱哥拢找无，听讲是伊讲你破病啊，嘛唔知你啥物病，想袂到啊。
今年拄好着。是啥物代志让你拄好？我有一个曾经吃失败的查某人，伊用心啊，伊家身上器官拢捐出来，伊眼角膜，我阿姐阿就重见光明。伊尤其这么管不力，叫伊一命，我想一定真欢喜。伊是你以前的好朋友。虽然我有真侪危险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捌真好真好，有过真好真甜蜜的日子。原来你是来看你女朋友的游子，关了什么人哦？想袂到，就是我对无？是啊，你真正想袂到。我老尊公，你是专工提花来看我，顶下你甲阿妈，还袂甲我回信嘞？今晚阁假神提花来看我，其实你是咧想别人，你甲我当啥物人啊？什么叫？走啦！你出去，你出去啦！我从小无需要你种假情假意的关心。你那看起来歹听，我是有啥物来看你的？莫阁讲啊！你出去。出去啦！报告董事长，已经委托所有的警讯社、江海的卡手人嘛拢去找啊。已经过了江海，一点仔消息都无。江海无这个笨手，安尼样变爱之本家规，一点仔作用都无。快报团，有消息了，准备兵，抄笔记。阿文，电话在响啊啦，别去睡啊啦，睡啊哪滴的，紧的啦！睡一下头，哪会这吵啦？响啦！紧张，紧张啦！喂，紧讲啦！我是律师。你律师，你别甲咧乱呀咧！刚好，我是黄玉成。哦，律师是你哦。嘿，啊，有啥烦恼哈？已经有董事长夫人下落啊，紧去找伊。有影。哦。哦，我当你的消息了，跟他追了。小姐，拄则是咪你打电话啊？是啦。啊人呢？啊人开车走啊。开车走，骗笑人都袂惊，要来开车啦。不是啦，是一个老水手登他门，看下无了十岁人开车甲载走的。哦，啊车牌呢？车牌哦，遮。7C7799，黄色的车。好，带你开啦，行啦。小等，啊，我的奖金呢？奖金，人抓着才好你啦。这我没事啦。
在请咱搁回去。啊，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是安怎地过？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你。一台车哪搞不对？丢掉，丢掉！咱来到偏僻的小山哦，下下手。看到无，偷情尔啦！杀嘞杀嘞！伤心所在。资料拢在遮。来去病院看娇娇。好，我知。肾脏了，身体一切拢无问题。你看，好得济啊！阿弟，侬想要出院啊啦？是不是会当出院？爱问医生啊？啊，莫问啊啦，阿姐足无聊的呢。什么代志拢用任性，身体变来用任性。阿弟，这是你讲的哦，袂使念我哦。你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？无啦。人敢若开三亿 NT 买木材啦！你开三亿，我嘛袂用念你哦。啊，那方圆山乖乖回信嘞，都无冤枉啊！偏偏还不要开任性呢。方圆山，嗯，对啦，董事长，资料内底迄个方圆山就是方鸿会的后生。
我的卡箱，又搁那边等啊去哇！等，阿达你给我讲，如果我已经开完啦，阿无得啊，是要带因讲了，吃土沙粉了？翡翠含蓄，敢那知影钱？无将代志办的水亏。那会无啦，等下，迄江海大对你的代志嘛足真心的，你知影无？迄拢是因为看我甲伊的交情了。等下，你莫生气啦。 迄人吼，三不五时加减来去手嘛，也若无买来迄落自首的鸭子飞手，即句话对哦。自首的鸭子若飞会去，你即个头壳，我来较注意。当然啊，恁都看周边顶安尼舒舒稳稳，迄开车是有够凶，我卡那就就袂对啦。当然，讲实在啦，是我笨蛋啦，人开什么车，我开什么车对无？ 你若送我一只迷人银行，也是免住的。我跟你讲，伊绝对走袂去。好啊，紧去找啦。喂，庄启梅，你叫回去小小姐姐。 董事长，是啥？你去回去想，甲讲我人出国，无伫台湾，紧去。庄启梅，二十外年，我上烦恼的代志，竟然发生啊！ 请问多少位是曾小姐？多谢。曾董事长你好，我是长庆集团的专任律师，姓黄，叫黄有成。是我传来无出来？哎，柯董事长今麦无在国内，请问崔柯董有甚么代志？ 苏联的代志，伊是美国两全其美公司的董事长，当然谁那这么惊伊？哼，先回个酷酷团考试，我伫边啊观战。是许国传叫你甲我讲伊出国的事。真实的，大概董事长叫我讲白菜，我总是讲了无好。 郑董事长真会看人，真看着你看我，真正是歹势。无毋对，即马柯董事长伫咧办公室内底，也毋过嘛毋知是安怎，伊听着你的名就无想要见你，真正是咧。你伫咧笑话嘛，不要紧。我今仔来只是要知影我庄启美已经回国了。请问你贵姓？我姓黄，黄有成。黄先生。 麻烦你甲你董事长讲，二十外年前的代志，我爱给我一个交代。啊，若无，我是袂放你走。王秘书，我们走。董事长，苏姐。有看到人无？ 伊安怎讲？伊讲，伊是来见过的。二十多年前的代志，请董事长回一个交代。若无，伊是要安怎？伊袂放董事长线。董事长，这个庄启美到底是虾米人？竟然敢用这种态度对待你，没有派人对付你。 我看无需要，董事长，我对你的身躯比这尔久，看你应付乌白两道，从来唔惊任何人。不过，你若一听到庄启美这个名，感觉真紧张，真无爽快款。莫再啰嗦了，问这是要创啥物？是的，董事长，卡电话好问。
叫无写找周敏定，即是赶倒去台北，方任务取消。也毋过当时张夫人搁伫咧周敏德的手头呢。哎，莫问遮多啦，叫你敲电话就敲啦。是，张司令，会当给我一个理由，我会当给江浩文一个交代。你敢讲这是明明？还阁需要什么理由？找到啊！好，既然古火团要把咱锁，江海早晚来个小姐，行，来仓库传小姐。你咋了？你甲看卖咧，我都甲你讲，你甲迄庄小姐回去，你都唔去。阿金啊！一天拖一天啦，工地一定停二十九天，明仔就满月啊！我看我的方哦，绝对会替咱提出告诉。袂啊啦，干嘛丁啊？你慢慢安尼讲啦。远山呢，他一直都在努力，他一直都在打拼，要怪就要怪许国川，他一直都在打压我们，他靠着他财大势大，我们会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若无，咱来到外商公司参详看卖，请人体谅咱目前的状况，互咱加安几工。袂紧，我无想用我家己，包括我团的文员，变成观众的理由。搁再讲，因是投资者，照面处理因并无唔对。那恁是要安怎啦？万一若是爱赔偿，违约金的金额数目才尔啊多。咱绝对提袂出来啦！惨啊！一定是外商公司吼派人要来讲违约的代志啊！哎，请问董事啊，洪生，先生，董事，董事，恁来了，先生，好，对。来，洪生，来，请洪生。多谢，多谢。洪生，啊，你今日来是？哦，是安尼啦。阮董事长吼，爱我把一张交予你啦。这是，这吼就是咱顶逝标木材的起货单啦。啊，你若有一张吼，你就当领货啊。哎，当初你甲我讲，要不要换一支啊？哦，无咧，我听伊落口气，等下连面子都无要紧安尼。哎哎，哪有这样好康的代志？先生，无定定吼，天上掉下来礼物无一定好哦。反正董事长吼，搁要开啥条件，家己无用。嘿，啊，你是把董事长当作啥物人啦？伊不但无附带条件吼，伊搁亲手写这张贴啊。要请你吃一下饭，甲你熟识啊，收起，收起啦，文杰。老师，听当初你对我这么大方，我真感激啊。那么请你来讲，木材的钱，我会好好解释。好，那这吼，你该吃饭的时阵，你才亲自来讲。好，你来讲，我一定去。好，那天我有交代，我先来等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势，哎，大家好。远山呐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呐。哎呦，远山，爱说伊哦，这顿饭这是鸿门宴，无好食哦。我嘛是袂啦，三块关公都有什么款的头家？我是人，这样老实着，我相信伊当处长应该是没啥物问题。啊，我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？哦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不着，爱着你。阿姐，你哪会甲隔壁三
知也不知，遐尔大风就送来方远山。咱若无做旺财生意，留伊去创啥？我要留伊甲我回失嘞，甲你回失嘞。我看是无可能，可是伊来甲你回失嘞，万免拖到即嘛，敢无互工地无财通用？那安尼，咱毋着白白了去三亿啊？了这三亿是你讲啊，算起你为着要甲人抢停车位去标遐木材。像昨昏遐尼牛脾气，连回失嘞都唔肯嘛。迄是互你一个架势，查囡仔人毋通遮尔娇。我甲你讲哦，去三亿我是为你嫁进来顶。哈，阿姊，你靠嘛袂使完全靠我个啊。徐国传哦，出价出到两亿六千万，所以讲这个木材还佫有两亿六千万的身价，袂使是算我开三亿啦。你佫怎个算数？大家佮阿弟斗阵哦，袂晓算也会晓算啊。可惜你佮学遐基本的尔，无去学着分析情势。徐国传是为着要洞方远山才去标遐木材，你若唔相信，你摕遐木材去卖五千万，伊就袂佮你卖。徐国传哪会卖哦？方远山一定会卖，伊出价钱八千万呢。算起来，我嘛感觉浪费钱两千万尔。这笔木材袂用卖给方远山，而且我要搁替你家回去嘞，木材我要送你。哈？伊话搞回去嘞，管我个回去嘞哦？我唔肯呐。娇娇，你个唔是囡仔，个性爱改，开这三亿，算予你买一个教训的机会。老厝长，本姐来啊！你好。元帅，请坐啊。多谢。二十多年前还阁是一个囡仔，今麦已经这大汉了。方远山，你到底是要回死嘞无？刚从这抓来，阿是为着要跟你回死嘞。歹势，我失陪啊。远山，佳佳，不用无礼貌，我跟远山还阁有话要讲。安提，伊无爱跟我回死嘞，这种木材嘛袂使送伊啊。方远山，这木材你到底要出偌济钱？娇娇，你入去房间，过来你别离。是，小姐请。娇娇，这囡仔让我想歹，坐啦。多谢。陈老处长，多谢你的邀请。迄批木材我是认为讲，也归公司买。所以我想知影介绍。嗯，嘛好啊。啊，佳佳先开迄个算账，我嘛应该用买，啊，无你开一下价钱。其实人甲人中间，不一定要有利害关系才会当斗阵，上重要是缘分。你心爱的人，甲算账关落佳佳，啊，佳佳标下木材来送互你，啊，你敢无感觉这个缘分真巧妙？啊，不过。开始。喂，喂。元山，我哥即摆要找江海车饼，你紧来帮我倒库藏伊啦。啊，我伫哪位啊？伫小胖大个仓库。好，我知，我马上去。真实的，我临时有真要紧代志，我需要马上离开。啊，咁还着急？真正是你啦，无看你刚才拜访你，好我答谢你。啊，你若真是有代志，我袂甲你勉强。多谢，我先走。方鹏飞果然是一有信用的人，伊甲袁山教养甲遐尼杰出，这么捌代志有礼貌，只是毋知伊是毋是有袁山知影伊的心事。可惜方鹏飞已经过身了。我应该安怎做，
才当袁山接受家己的心声，安怎又才当找到阮大嫂，互因母仔囝团圆？做一摆了断，我要让因知影，我阿母是铁棒，不是满事。你只卖打错人尔，袂用安尼啦。是伫创啥？莫伊，咱甲江海阿母个个人温温暖暖才深，咱无找伊会来找咱啦。这道我一定爱吃，无你甲袁山日子是要安怎过啦？因绝对袂放咱做啊。我甲莫伊，无需要你用这个手段来解决。你看这个少年啊，万一也是安怎？你是要跟恁四大人交代？袁山讲了无唔对，恁两个少年是志也孤孤单单，恁真若无想要去，唔是恁叫小我，我绝对袂怨叹。大，你来车落，我就对你车啦。唔敢车，叶秀王，叶秀王，有听到？这就是兄弟人的美感。弄因自愿的，你还有啥物话通讲？小芳，听。阿母，在。我甲南北市路兄弟拢约好势，即挂人参江海，我哪有捡共？我即卖临时抽提，人会笑我孤，我惊对伊人无啥交代。也可恁千万唔通去，这条路唔是恁行，莫讲我会难过。给我拜托一下，无吃保温烧。阿母，哥，阿母，哥，我来接了我。哦，对啊。我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哦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你。